第1284集，潘总。你认为你的设想能成？我早已不抱什么希望了。对我来说，穆英泽现在不再骚扰我，我就满足了。我就是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而已。杨衍妮说道。没那么简单，你想现在就撤摊子了，这不合适吧？莫小鱼说道。世界上有多少事儿是合适的，又有多少事儿是不合适的，不都是凑合着来吗？真要是较真儿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活得太累。我现在的心已经累了。杨艳妮可能被雷鸣山的事儿打击得够呛，说话有气无力，人也懒散了很多，看上去毫无斗志。我说过的，我一定会让穆英泽家破人亡，这么快你就满足现状了？杨艳妮不说话了，莫小鱼也没就这个问题继续下去。现在杨艳妮的状态实在是不适合再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了。回到唐州市区，莫小鱼将杨艳妮送回到了分局门口，然后开车去了英泽集团的大楼下。喂，哪位？英泽集团的大楼上，一家设施豪华的办公室里，潘兴安拿起了手机问道。哟，潘总。现在忙吗？莫小鱼问道。对不起啊，我没听出来，您是哪位啊？潘兴安问道。我是莫小鱼啊。哼，潘总，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。莫小鱼开玩笑道。哎呦，是莫先生啊，怎么会呢？您换号码了？我这手机里存的不是这号啊。潘兴安一下子就惊醒过来，放下手里的报表，起身去关上了办公室的门。哦，这个号码我临时用一下。对了，你晚上有时间吗？一块吃个饭？莫小鱼问道。没问题，我来安排吧。潘兴安一点没犹豫，直接就答应了，这让莫小鱼放心了不少。他们又直接去找陈南路核实他和董子墨的事儿，因为那也不能说明什么。莫小鱼最重要的是穆家的钱，又不是陈南路。哎，还是我来安排吧，到时候我会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。晚上见啊，就你我没别人。莫小鱼说道。那好，我一定按时到。潘兴安说道。挂了电话，潘兴安心里有些疑惑啊。自己虽然很感激莫小鱼这个年轻人，但是自己和他并没有多么深的交情。他这个时候找自己，到底是为啥呢？为了陈南路吗？他早就看出来，莫小鱼和陈南路可能是有些关系，但是这种关系到底多深多浅，自己没那个兴趣。自己要的是能施展自己的才华，能够拿高的薪水。至于男男女女那点事儿，他真的不感兴趣。怎么说，自己也是有了在上市公司工作的经验了。如果实在不行，离开英泽集团，再去其他的大公司也会更上一个台阶。毕竟自己现在可是上市公司的销售总监呢。到了下班的时间，潘兴安接到了一条短信，只有三个字：梅家菜。这个地点啊，不用细说，唐州还有人不知道梅家菜的吗？潘兴安也回了三个字：马上到。莫小鱼泡好了茶，等着潘兴安。另外一部手机呢，剧烈的震动起来。莫小鱼看了看号码，有一些熟悉，但是一时之间啊，也想不起在哪儿看到过。喂，哪位啊？莫小鱼接通之后问道。莫小鱼，你以为你跑得快，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小飞花在电话里面咯咯地笑道。莫小鱼听到这个声音，立刻挂断了。他再也不想和这个女人有一点儿的牵扯，因为太疯狂了。主要是自己打不过她，动不动就动手，这自己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在他打过她之前，莫小鱼决定先躲着她点儿。不一会儿，电话又打过来了。莫小鱼一看还是那个电话。此时啊，梅云云进房间来送水。莫小鱼每次来这儿，他都会亲自服务。怎么了？怎么不接啊？谁的电话？一个疯女人。
莫小鱼随口说道。啊，出事了？你把人家肚子搞大了？梅云云惊讶地问道。哎，说什么呢？搞大了我会不认账吗？莫小鱼不好意思地笑道。过了一会儿，电话是响了，但是呢，收到了一条短信，小飞花发来的。明早在卧佛寺见面，你要是不来，我就在唐州不走了，直到找到你为止。嗨，那也未必。哎，对了，那小丫头呢？送走了？谁啊？小月百合啊？对啊，你弄哪儿去了？哦，她父母过来了，在宋城呢。你不用管她了，这段时间给你添了多少麻烦啊？莫小鱼说道。没有啊，那个小孩还挺好玩的，这么走了我还有点不舍呢。门云云给莫小鱼斟满了茶说道。哎，你几点回去啊？我今天晚上去你那儿。莫小鱼问道。门云云的脸色一下子就红了，他明白莫小鱼说的去他那儿啥意思。小野百合走了，那莫小鱼去自己那儿，那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可是他很犹豫啊，心里很矛盾呢、啊。但最后还是点点头，他不想让莫小鱼难堪，但是呢又怕他会失望。可是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，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哎，好，那我在这儿招待完客人我就回去。莫小鱼伸手抓住了梅云云的手，温润白皙，有点微寒，这么热的天他的手居然有点寒，这让莫小鱼有点心疼。手怎么这么凉啊？习惯了，冬天的时候更凉，一直都是这样的。啊，那这样不好啊，以后我帮你暖。莫小鱼说着，把他的另外一只手也握了过去，两只手啊握在一起，不停地摩挲着，不知道是在占便宜，还是真的在为他暖和手。但是对于梅云云来说，这都无所谓了，他想占便宜，他还巴不得呢。这个时候有人在敲门，梅云云赶紧收回了自己的手。进来。老板，找莫先生的客人到了。让他进来吧，莫小鱼说道。我去看看菜啊，你们聊吧。梅云云说着把自己的茶杯端走了，莫小鱼刚刚站起来，潘兴安就走了进来。哟，潘总很守时啊。莫小鱼伸手和潘兴安握手说道。哎呦，莫先生，您还是叫我兴安吧。啊，哎，算了，还是叫我小潘吧，你这样我听着也舒服啊。潘兴安客气道。哈哈哈，那好，那我还是叫你兴安吧，行吧。哎，对了，这位梅老板你还记得吧，他们家老爷子的安息之地就是你卖给我们的。莫小鱼指着梅云云说道。啊，记得记得记得，梅老板你好。潘总请坐，我去看看菜做的怎么样了。梅云云落落大方地说道。